白求见，李白，哎哎哎，还没让你进呢，你怎么硬闯啊你？你还想瞒我多久？龙门雅士的名单一出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什么时候瞒你了？才到长安没两天，不就过来找你了吗？你还装蒜？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都是用来撒谎骗人的。见着你了，这是本公主亲手打造的开元大鼎，它经得起赤焰的温度。这是我们当年在峨眉山一起发现的玄铜所铸。亏你还记得，我还送过你一些呢，你早扔了吧。你上次不辞而别以后写的那些个酸诗，我倒是听了不少。对了，西域护送的朝廷贡品是你们接洽的吧？是。安西护卫队运送圣石走的是哪条路线？走的是……你向我探听东西，你拿什么来换？云梦泽的夜明石。我要它做什么？又不能吃不能喝的。安西护卫队本该昨天早晨就到达本馆交托圣石，然后再从西北边的开远门入城，可如今已经晚了一天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到。哎，你问这个干嘛？跟龙门雅集有关？你说这查个曲江上的渔船案，怎么查出城来了？那被绑车夫听匪徒撩到开远门，你聋了？对啊，不是我的意思。闭嘴！我看这一定是发生了一场恶斗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这不是一把中原锻造的刀，不是。车辙印很新，应该是昨天印上去的。人就这么死了，头成死案了。我才当可以结案了。对啊，你刚从洛阳那边调过来的，在长安不就是当个？以前你们怎么查案我不管，以后得对得起这腰牌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刘匪，弯刀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长安城内活动啊？哦，最近有个安西的杂技班在我们的演出场所演出呢。安西的杂技班？